地主了解，似乎已经在制定咱必定众人的生活规约。如今之道，就明定这规矩以及法则，清楚执行，两真正共同遵守啊。所谓不依规矩，不能成宏愿，便可有价立无患，不可有患立无教啊。师父说得是啊。师父，另外法正伫善款时作为主持之时，也正听这来访的酒官提水呀。哦，也当今的太子。勤俭，一心用道，不怨天，从心便可相为量，要推行的好道啊，一清廉。当今的风尚虽然信佛，但是为了建造佛寺，耗费巨款，其实也引起真多朝廷的官员的忧虑，甚至不满。现主席在这长安、洛阳两都，甲真多大城市内大佛寺建造。拢是安尼，金碧辉煌，庙山产地难以计数，利益所在，怎会不引起纠纷呢？从今将以初一初十，诸事纪念，就无啥物财产利益可以引起纠纷咯。师父说的是啊，尽调道安大师制定正面规范，数百年来为天下四下降尊。师父制定众人规矩，也是为着禅宗的未来发展所设想啊！唉，淮海啊，不敢与道安大师相比，只希望众人信心，
推动佛法，安定社会人心嘛。这人坐会啊，个性共我拢袂改呢。大志个兴趣啊，你看，这也无路牌，也无刻意，你哪知影大雄山到咯？啊，着搁讲，这一路上哦，共阮报路的人有讲啊，只要看到迄悬悬的石壁，悬有百丈高，这呢悬，迄哦都是大雄山。哎，老爷，你看。哇，好高的石壁，好一个巍巍的大雄山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老朋友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听闻花儿还在大雄山。你看，那边有足多出家人伫咧种田呢。哟，有影着啊！听讲，南方真侪佛门僧人，在荒山野岭之中开垦农地，自耕自食。今天亲眼所看，果然是无差无错啊！老爷，无安尼好啊，咱两个人就落去田内底。直接走出淮海师傅，好建议，好建议。如果在开垦之地，与老朋友啊再度相逢，这嘛是人生一段趣味啊！对啦，找看麦，找看麦，找看麦。师傅，嗯，好，好，好。淮海。为你真的好苦啊！哎呀，太好太好了！哎呀，你好我啊！哎呀，一见故友我心欢喜，人生姻缘看清奇，相识转淡几个。阿姊阿姊，山中寒尽不敌你，不敌你。叔啊，无简单呢，带这么多土地，开垦这大片的土地啊，你啊，事业做真大。哦，你，你还细巧啊。
不是，何请出判上下官僚啊？钦佩，钦佩。哎，叔啊，山坡出来迄厝，敢是你的事啊？哦，正是呀。哎呀，不见东风。三文，只见草处温碧云啊！你看，写来大佛寺，富丽堂皇啊！啊，你这哪会？哦，一只啊！哎呀，老兄弟啊，得礼貌下，心主安呐、啊！起鼓庄严。为忠言，这起居啊，就是讲在古梦中优秀的中者，中住在寺院当中，这修行的德节啊，可以修学，和参学者会当跟随学习啊。这道场的一切简单朴实就好，这庄严啊，不在外在，是内心啊。原来如此啊，是啊，钦佩啊，钦佩啊！哎呀，哎呀！怀爱师父啊，你从啊变官道场，哎，为何奇怪啊？这个道场之中，并无看到佛殿，甚至连一尊佛像都无供奉啊！我师尊无做道业，会告发誓。是佛在心中啊，但是师父啊，恕我直言，你想看卖，真侪僧人在来深山道场修行，这个生活上甚至应该有一挂共同的规矩呀。我正有注意呀、所以呀、准备入下，必定千规呀。一动千规啊！彩虹树啊，想中虽
好了，太好了！内心有份，外有清规啊。但是，歹海师傅啊，我虽然西瓜退一多年，但是非常关心国家大事。我心中有一个顾虑，老朋友我若无讲出来，我心肝难安，讲出来做参考。太东国梁已衰退，可比日头渐落西，不是兴建太华嘞，基材姑娘，人个心生万切。有一个改朝换代，如果换皇帝，政策若改变呐，我恐惊危急，佛门立足之地。哦，这历史上可是有皇帝拜佛的记载。嗯，我定出家人，应当以此为境界。但是呀，政策改变，不是出家人会当左右的啊。如果啊，顾好心念，用实际行动，参悟生善，自食其力，这一来啊，会当安定道场，你来。嘛会讲利益众生啊！哎呀哎呀，原来师父啊，你早有规划咯，安尼我的顾虑是假嘛，对不对？师父啊，为佛门用心良苦，以后绝对会永传后世啊！多谢采风师啊！开元寺修月，当时呀，月色一派的清明，师父伊我应唱张六喜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这首诗来怀念苏护啊，但敬重感伤流醉，种种的教诲，怀海铭记在心啊，为着要传承师父的相怀。祝你